謝你。好，我们啊，立法院社福局卫生环境委员会哈，举办如何积极推动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的环境景观营造，为了因应这个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及环境景观营造特别条例草案之推动，我们今天呢啊，举办这个公听会，听听专家学者还有政府部门的一些意见哈。那首先呢，谢谢各位专家学者啊，以及团体还有政府单位呢出席。针对污染河川的流域综合整治及环境景观营造为目前社会呢关注的这个议题，啊，召开本次公听会，听取各界的意见哈。那我们讨论的提纲有，请现在我们整个流程是这样哈，我们请专家学者先来发言，然后呢再请政府单位呢做报告兼回应，好，大概是这样。那我现在介绍我们出席的这个专家学者代表跟官员哈，好。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的黄煌辉教授，啊，谢谢。哦，我有出席的先介绍哈。国立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郭光雄教授，好，谢谢。啊，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系统工程学系教授张尊国教授，好，谢谢。长荣大学职业安全与卫生学系的助理教授洪庆仪教授，啊，立法院最高顾问我们王信朗王委员，嘿嘿，谢谢。我们再陆续介绍好了哈。环境保护署水质保护处处长叶俊宏，哎，谢谢。专门委员魏文仪，谢谢。经济部水利署组长蔡孟元，好，谢谢。检认证工程师陈炳训，好，谢谢。证工程师杨其珍，好，谢谢。副工程师郑永祥，谢谢。副工程师陈展玉，谢谢。经济部工业局副组长林运生，啊，技政王淑荣，
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科长林正军、李正军，工程员张淑婷，在哪边？没有。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检任技证夏嘉诚，好，谢谢。啊，内政部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处长余旺胜，好，谢谢。科长周世明，好，谢谢。内政部营建署公共工程组组长黄敏杰，哪一位？好，哦，这个要讲一下。科长萧庆忠，好，谢谢。技证邱玲、邱雅玲。谢谢。内政部营建署都市计划组科长廖建顺，好，谢谢。内政部营建署综合计划组检任技证张顺发，哎，张顺顺，谢谢。啊，团体代表没有，还有是水资源，哎，团体代表有没有出席？哪一位？我介绍一下。那个公都盟的。哦。好。对。好，以上我们现在啊，是不是第一个请发言的哈？我们发言那个五分钟哈，每一个人五分钟。啊，请上台之前呢，先职称姓名啊，还有自己的那个以便公报记录来登记哈。好，我们第一位请黄教授，黄辉教授啊，这边请。陈昭伟，各位立委。各位机关代表，还有说专家学者，还有记者先生，我今天真的很高兴，特别从台南坐早班的高铁来，对吗？等一下9:54要赶到台中去做演讲，所以我第一个发言。高兴什么东西呢？高兴立法委员呢、真的是很重视台湾环境的改善。台湾呢、有河川污染的事情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经过统计啊，在50条主要次要河川里边呢、超过50%距离而污染的还有16条。所以政府如果不用心、不下定决心去做整治，要让它渐进变成好的河川，几乎是不可能。大家到日本去看一下就晓得了，日本花了多少心力，才把日本的河川整治得非常好。所以。这次公听会啊，我们希望立法院要大力的推动，而且快速的通过这个特别条例，因为主要政府有决心，保证可以做成功。举几个例子，第一个，1990年10月31日，基隆河流域的整治特别条例，也是在立法院通过的，所以加上盐山分洪，所做得很成功。台湾还有3条河川做得很成功的，宜兰东山河、爱河。跟台南运河，爱河跟台南运河啊，是由我参与的，因为要让爱河更清洁，就要截流，所以用中洲排放管排放出去。台南市运河全部都清楚，所以大家到运河去看，你可以发现很多鱼群来。所以以台湾目前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应该让我们的河川那么脏，就像有钱人一样。有钱人怎么可能让前面的臭水沟永远在放在前面呢？你一定会就想办法去整治，所以希望透过这个特别条例，我们像美国一样用超级基金 super funding 的方式，中央政府编预算，地方政府来申请，然后再经过专家学者的合作，我相信台湾环境会更好。另外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不要光只有做污染整治，因为环境的营造非常重要。我们生活要往最高的品质 去提升，所以在整个 河川流域整治的时候，也需要配合景观的营造。这样的话，我相信以后的台湾会更好。那也希望所有的老百姓
都体认到河川污染整治的重要，而且要提醒大工厂、大企业家不要再偷偷排放污水 到河川里边去。希望这一次的听证会会成功，希望台湾会更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谢谢黄教授哈，非常有经验啊，这个理念确实是很好啊，我们政府跟立法院都不能怠惰了哈。好，接下来第二位，我们请长荣大学职业安全卫生系教授洪庆仪教授。主席，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安哈。那很荣幸被邀请到立法院来，对这个河川整治的事宜哈，做我的看法哈。那长荣大学就在二仁溪旁边哈。那我想在台湾的污染河川里面哈，这个二仁溪一直被重复的提到这样子的这一条河川哈。那在几年前哈，那长荣大学成立河川保育中心哈，那在促进哈这个社区，然后促进学校的一起来关怀二仁溪哈，也就是做比较公民社会的这一个民众参与的事情哈。那我想有几个意见，大概也代表哈这个二仁溪、盐水溪哈，那甚至整个南部的哈这个河川巡守队的一些民间的意见哈来做发言哈。我想首先还是跟黄教授一样哈，这个很高兴哈，这个立法院哈能够针对河川的问题哈来做这个做这个进一步的思考哈。那这个订特别条例哈，那我想最主要是挹注更多的经费哈在河川整治上面哈。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特别条例里面哈，在河川管理单位上面的整合哈。那目前的在河川管理面上面哈，因为有太多的河的这个主管机关哈，管水量的、管污染的，好，那管工业排放的、畜牧的哈，各自不同哈。那如果要订特别条例，个人是建议除了思考这个经费的挹注之外，好，必须要做机关的统合，好，那在这个一直在规划中的哈，这个环境资源部，我想哈，这个建议委员能够进一步的来加速推动这个事情，因为环境资源部毕竟可以整合啊这个特别条例想要做的哈各个机关的整合的工作哈。那这个黄教授刚才也提到，这个河川的营造哈，其实除了水质之外，好，那应该要跟这个都市应该要跟这个社区的发展要结合在一起。好，那特别对于都市缺乏这个休闲空间的这样子的状况，好，那这个部分应该要进一步跟地方政府它的都市规划要整合在一起。好，那就像日本的这个河川准备计划，好，里面有这个审议委员会，里面有民间的代表，好，能够跟政府一起来规划这个事情。好，那把这个都市规划所衍生的哈这个土地增值的费用拿来挹注，好，那这样子我想比这个特别条例里这除了特别条例之外，好，那它可以得到另外的经费的支持，而且这个不管在景观或者空间的营造上面，能够跟地方发展进一步的结合在一起。好，那我想这个加速哈这个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河川成功的河川的经验，好，都跟下水道建设好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好，那这个部分它需要很大的经费支持跟这一个这个机关的整合哈。那目前有一些我看到一些进步的迹象哈。环保署已经把水软防治法这个做了调整哈。那在罚则上面，在资讯公开跟鼓励检举上面都做了突破。好，那也正在积极推动这个畜牧
零排放的这个政策哈。那我想这个都是很好的现象哈。那我想最后一个就要提醒，就是说但有一个部分倒比较少被提到，就是在中南部有很多的这个都市规划的工业区啊。那这些都市规划的工业区并没有污水下水道系统。好，那在我们的污水下公共污水下水道在建设的过程里面，好，其实一直把没有把这个工业区，好，那这个纳入公共污水下水道来处理这样的想法，好，那势必我们未来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在都市规划的工业区里面，好，建设它自己的综合污水处理厂，好，那这个部分应该要请经济部工业局，好，编列专案的计划来鼓励地方政府，好，那做土地的征收，做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好，那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中南部的这一个事业污染的问题。好，那以上。啊，谢谢洪教授哈、啊。那个确实是污水下水道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很少有在这个城市哈、市县的这个大都市里头，好像看不到什么大的一个规划。那接下来我们请国立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郭光雄郭教授。我叫郭光雄，是在国立台湾大学，以前是动物系的，现在动物系改生命科学系，已经退休的名誉教授。那我的专长是做这个鱼的水生生物的病啊，病理的学跟养殖学。那么因为过去的民国61年由国外回来以后，一直到现在啊，然后就跟养殖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每次到养殖业场去啊，发现他们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水的问题。那么因为有河川来引水养殖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河川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所以都用了很多的地下水，结果造成我们现在用地下水地层下陷，造成其他种种的社会成本。那么话回来了，这个用河川水事实上有些地方是可以用的但是它还是受到污染，但是它必须先引进到这个出厂里头，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净化，然后再可以用。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谈的不是那些什么有毒的啦、重金属这一些的问题，是所谓人类的排的这个污水还有这个养鸡啦，这个家禽家畜的养殖场的排的这个废水污染到河川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河川假如把这些污染源它排入来，全部把它断绝掉的话，河川基本上自己本身是可以自己净化的，经过几年，比方3年啊、4年，它就会变成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些污染源、这些污水假如能够断绝，如果断绝，现在国家都是用这个下水道这个工程来做。那么在事实上，我看我们台湾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台湾没有什么下水道这一种概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包括日本他们也积极在做，我们也积极有在做，但是这个必须要相当大的庞大的经费，还有规划工程会使所以造成我们现在的普及率不高，经过这么多年来不高，所以现在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排入河川前先把它截流这个今天我所要来这里表达，这个截流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效，而且比较不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跟以及经费在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经济能力跟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税负的承担下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有了截流然后才能够送到污水处理厂，然后达到一定排放标准才能排放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表达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人在我家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只要稍微有一点水的地方，有山的地方，这人满为患那么表示我们人很多，去的地方不多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把这种整治好的河川啊，周边的环境啊，以及海岸海边的环境啊，能够把它整理造景，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去做休闲活动的啊，那么甚至也可以发展为观光的景点的话，这个是一举啊，不是两得，好几得啊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造景也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多钱啊，后面可能花的钱不那么大。哦，所以这个两个今天的这种，这个特别条例啊，要提出来的时候啊，我是跟王委员呢、啊，我们是有一个共同协会在工作的啊。那徐文龙先生他，愿意出钱，那我们来出力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表达我的意见，然后希望各位啊能够支持，然后各位委员哈、啊，这能够鼎力来支持，让这个法案及早通过。谢谢各位。啊，谢谢我们郭教授啊，郭教授一直以来也都是养殖业非常有名的教授哈、啊。那么高雄市爱河经过前端的这个载，刚刚郭教授讲的哈、啊，就是说后端的材流啦哈、啊，截流啦，那然后呢，才可以把它的自然的环境哈、啊，现在的处理水鱼现在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高雄爱河真的是彻底是台湾。河川污染哈，变兼顾这个整个环境都全部改变了。现在都可以看到那个鱼哈，这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啊，接下来请啊王信南王委员啊，前立法院的这个顾问哈，我们来说明一下，再来发言。哎、欸，你可以，你五分钟够不够？主席，过去咱立法院的董事哈，啊，咱在立法院，咱今仔所邀请。诶，这专家学者啊，大家好，我是不是刚刚我是最高顾问啊？这立委不做的话，都最高顾问，我身高是应该相关的，所以最高顾问应该是名副其实啊。不过今天这个开场白，大家轻松一下。今天等于说我来做一个提案说明，因为我们会推动这个条例啊，最原始的源头是什么呢？奇美董事长诶，许文龙先生。徐武龙先生一世人在钓鱼啊，差不多三年以前，他就因为台南运河那里污染很严重，出去哈、哦、就是阴阳河靠乌的一阵啊，一个南流就把洋流比较漂亮的，那就有一阵，所以就开始一天钓不到一条鱼。哎、啊，怎么到我退休啊？伊讲来往游来来，这个台湾哦，上海问题，上海台湾这么严重啊！想办法来看有没有从立法方面，或者说从这个其他的团体方面哦，啊来处理。所以我们就成立由廖一九先生，我成立一个所谓台湾海域保护及监测协会。所以我开始的成立表啊，我们手上的资料哈，我全国主要河川的污染重金属，我都拢去查。我本人也去啊，啊在底下掏嘴去看，啊发觉到说，咦。污染台湾的污染已经，这个环保署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都确实台湾的河川有重度污染、轻度污染、中度污染，有好几种层级、哦、所有的污染，就世界的标准来讲，那是不合格的。台湾是一个波多呢，有一个现象啊，你们到国外去啊，你们都一定看得到，黑河川漂亮和那个湖漂亮，旁边一定都是高级住宅。啊，河底水来的，那有人在修啦，有人有帆船啦，有人在清水。台湾的河川无半个，因为阿公唔敢佚佗啊。即卖干啦东山河，干啦爱河干啦。村里你像运河，虽然做了袂歹，但是如果买一个辛苦买一个浆啊，会痒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把它的根源找起来。地方政府想不想做呢？在座的政官员想不想做？立马想不走啊？每这类素材进来做截流，可能效果会像东山或像运河那么好，但是你没经费啊，地方政府也没有经费就靠中央来资助靠法度啊，所以我以过去我打我的理事长廖一九公公，咱这个吼一定要用特别条例来处理，将已经污染的河段、河川视作灾区，跨作灾区来处理。咱过去因为洪灾水灾，咱拢有这边特别条例啊，就是专门咧处理
那个紧急的事故，现在这个也叫一挂，叫它重大的变故了。但是这个河川污染已经确定都好几年了，你把那四桶灾区啊，我是认为说名称上是名副其实，所以这个案子我们也经过像那个王金平院长也报告过，王金平院长那阵指示的去打黄万祥副主委，我爱去打长平看就来做，黄万祥看到我这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目前我们现在做的点点点啊，地方的经费不够。所以整个污染防治的截流啦，包括被做那的截流站，包括做滩地，包括做离间处理，当中效果不好。所以他赞成以外，他这个所谓的景观加景观整治啊，可以一旦像东山河像文那个高雄运河安尼啊，两边都足侪人来去啊做生意，来去啊佚佗，我把那个景观整治把它加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条特别条例的整个的名称。所以我给时间不多哈，我等一下有空再做补充完。最后的目的啊，对邱农一句话，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台湾更干、再干净、再美丽。哎，谢谢。好，谢谢我们王委员王旭南哈，他是立法院的顾问啊，一直以来跟我联络好多次。这个非常重视这个河川的这个污染问题哈，那好，我们接下来请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的教授张尊国张教授。主席陈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很多人念我们系的名字都念不清楚的，因为太长了，八个字，四个东西需要整合，所以今天这个议题就是要综合治理，要整合，其实跟我们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环境挑战非常严厉，这么小的一个宝岛，2300万人，然后还有大概5-600万头的猪，8万家的工厂，所以而且都集中在非常西部跟西边的沿海地区，所以这个河川污染或环境污染，这个虽然政府机关都非常努力在做哈，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经济发展非常快速，所以这些释放到环境中的污染来讲，始终跟我们政府部门努力要来管理要来克服哈，这个有时候力不从心哈，当然力不从心就是因为经费跟人力不足，所以今天编一个这个特别条例，其实就是要下这个猛药，然后集中人力、集中财力、集中意志哈，来做一个彻底的解决。我想的确是需要如此，因为过去大家可以看到经常性编列的经费来要对抗刚刚讲的这些挑战，实在是力不从心哈，所以如果说这样子下去的话，其实还是在一个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山明水秀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之下，我们觉得推动这样一个特别条例啊是有其必要的。那但是我这边也要有一些个人的看法跟意见哈。那过去我们因为台湾的确很多外在因素，像自然条件、风灾、水灾挑战严重，所以政府过去也曾经陆陆续续编列了非常多的特别预算，可能加起来也将近差不多5000亿哈，来整治这个易淹水地区，或者是从这个高山到这个出海的这些针对哈水利防洪淹水这些主题来做这些动作哈，那我们也看到非常有一些成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一个今天的一个主体啊，是以一条一条的河川当主体，我觉得是对的啊，因为政府以前各管各的时候要在整合起来的时候是困难，那现在大家是以一条河川当作一个整合的主体的话，那这样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那在中央跟地方的分工啊，我也觉得地方要承担多一点的责任跟义务啊，因为不管是在台南县，在这个新竹县，境内
桃园市境内的一条河川，那最直接的感受是当地的人民。那限于以前，因为所有的这个经费大部分是在中央，所以能够做在地方河川的这个经费实在有限，因此效果也很难凸显。所以在这个法案里面，我也看到是除了各机关的职权的一个整合啊，在以一条一条的流域河川当作主体以外，那在分工方面也是一样啊，就是要加重地方的一个由下往上的一个主导权，因为对于地方性这种中小型的河川，尤其对于人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将来在执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比如说，其实我们过去不管各单位环保署啊、内政部还有水利署，在做了很多人工湿地，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其实就是在填补，在真正的下水道整体体系完成跟各式各样的这个整合完成以前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特别条例通过以后，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经过这个特别条例以后，那台湾就真正进入到一个生态文明、环境文明的国家。谢谢。好，谢谢我们张教授哈。接下来是政修科技大学运动健康与休闲系教授方教授。主席，各位朋友，既然是运动健康的，所以我一定最健康活泼，对不对？好，但是真正要讲了，台湾才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地方。假设我们的台湾就是一个健康活泼的人的话，河川就是他的血管。如果我们血管里面流的是他的脏水，那这个人怎么可能健康活泼？所以啊，如何把这个河川里面的水变得干净呢、啊？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当务之急。那我们的协会非常清楚的说，这个河川是应该用做截流，然后把这个污水先做一个处理。可是我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法也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就是我们截流以后的这个水，不应该再用中央式的处理方法，水处理方法，而是用分散式的处理方法。那这个非常简单哈，因为这个是国际上面过去十年来主流的观念，就是 low impact development， 就是它用各地的生态性的行为来处理这个后续的水。那分散性的这个水处理以后呢，刚才前面的几位也都讲过，它可以透过景观，可是那个景观不是各位想象那种什么公园啊、什么运动场那种景观哦，它是自然湿地的景观哈，它是能够把它这个自然的这个水重新再让自然的鸟兽虫鱼再使用，不然这个中央集中处理过的水以后就直接放流到海里面去，那从水库到海岸线中间这一段的植物、动物、鱼虾都没有用了，除了人以外就没有用了，所以它要用分散式的处理。那分散式处理这个自然的湿地景观，才是人类真正可以跟生物共有的一个休闲的场所，不是只有人类本身，还包括生物，对不对？那最后我想要提到这个对我们整个台湾海域的生产力也有帮助。那各位想，为什么会对我们海域生产力有很帮助呢？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的实验室几个大数据的分析，可以非常清楚的显现，台湾西海岸的整个生产力一直在降低，它的降低也是白海豚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我们的污染或者是那个水泥化。那为什么这个生产力会降低呢？就是因为水里面的营养盐呢都被我们拿走了，都被我们的中央处理把它拿走了。透过这种湿地河川呢，重新再获得这个处理过的水，然后再带了营养盐流回海洋中间，就像自然的水域一样。那我们的不但河川整治了，台湾本身这个人会健康，我们周边的海域的生产力也会提高，那当然我们的白海豚肯定也是有机会的了。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方教授哈，确实是，这种分散式的处理哈，也非常非常，近十年来是比较新式的这个分那个截止的方式了哈，截流。我记得我到德国去看那个莱茵河的水。他们确实是做得非常好，他旁边莱茵河旁边有工厂，工厂也是非常有污染的工厂，可是他们处理好那个水可以流到莱茵河，
你看他们处理的多好哈。还有到日本去，你倒是大街小巷、乡村，不管大大小小河流都非常非常干净，这个真的是要学习一下，不知道怎么做哈。好，接下来就这个嘛哈。我们请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主任连立玉哈来发表。谢谢哈，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哈。有关于这个河川要怎么样去综合整治哈，事实上我们看了这个两个草案，很关心这个生态的景观，还有流域综合的整治。可是，在污染河川的流域呢，我们建议应该放入那个工厂的废水啦。工厂废水如果没有处理这些防治的计划的话，如此的污染源还是一样没有减量，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草案里面应该放入工厂废水的处理防治计划。好，那第二点就是环境景观的营造哈，应该是有价值的才做。好，我们常常举例说爱河这些东山河，这是重要河川，那这个景观有价值，要去多做这些景观。可是我们看到哈，很多的景观营造，常常水保局就是在当地做了一些凉亭啦、观景台啦，到后来呢，也没有什么游客什么的，在那边，东西都荒废掉了，还要多一笔这个维修费。所以在景观的这个观点上，我们希望说，重要的景观要做，其他的没必要的，就是尽量不要去浪费这个钱哈。在第三就是，上游的水源区最好不要草率的去解编，要重视水源区保护的重要性。因为最近我们发现有人在提议要把益丰堰给解编掉，那真的是那个益丰堰是在台南，台南的人每天他益丰堰是生产了四万多吨的这个水，供给大台南的使用。既然有人说要把它供给工业用，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说这种思考的模式是为了土地炒作，还是真的为了民生的用水。所以这一点就是水源区的这个保护源头不能够去随便解编。那水保法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说它不要乱修法，因为水保法一修法，整个这个我们的河川，还有我们从最源头的山崩地裂，我们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污染的事件嘛，其实就是从这一个水保法，它有让它做一个什么水保的设施，结果反而更糟糕了哈。那还有第五点是，刚才我听了教授说，河川是类似我们的血管，我就引用你这一句说，真的有人在管大血管哦，可是小血管没有人管，小血管竟然是要由地方什么来，像我们前两天环保署开了一个这个放流水的这一个标准要修改，那在第九条里面就是说由地方政府直辖县市政府来做这个管制的这个标准要定出来。那我们现在希望说，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重大河川是中央管的，也有跨县市，可是也有没跨县市的啊。如果是这样，既然我们是要流域综合整治的话，全部由中央来管，而不是由地方来定了什么一个管制，到最后还是这些东西，它河川不可能就停在那边。这个政府，譬如说台中市就只管台中市吗？这个水还是继续流嘛。所以，既然我们叫做河川流域整治的话，全部由中央来管。好，以上是我们台南水资源的意见。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连主任哈，谢谢你提供一些法条的建议了哈。好，我们现在来第一轮发言完毕哈，第二轮发言就是请再登记哈。那现在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有田秋瑾田委员，谢谢。你要不要先发言？啊，没有关系哈。好。是第二轮发言，请政府啊，请你们
继续登记哈，我请政府单位回应之后，你们再第二人发言好了哈。好，我们环保署先好了，好，环保署是叶处长要先好，就说你们的说明跟那个回应就一起了哈。五分钟哈，谢谢陈昭伟，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哈，各位机关的代表，还有田委员啊，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么刚刚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了哈，我想我们的这个书面的说明给各位参考。那这个特别条例呢，因为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哈，所以大概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刚刚有专家学者提到的环境资源部，其实环境资源部就是整合这些的部会到一个窗口来。那这样子呢，未来才不会说啊各做各的。所谓的各做各的，比如说啊，现在呢在做这个水利工程的时候，他可能只有考虑到水利方面的，可能只有考虑到水量。当他做的时候，能不能把水质一起考量呢？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啊下水道在建设的时候，那污水处理厂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水肥的这个处理？类似像这样子的话，还有土沙的防治，也可以把水质的这个问题考虑在里面。那这样子能够在环境资源部底下一起把不管是水质、水量、景观等等的一起做考量，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第二点呢，提到的就是整治的经费。我想这个整治的经费呢，可能有几点我也必须要提出来，在过去执行上面的这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条例里面可能都特别重视是硬体的建设，即使一条河川流域要整治好，不是只有硬体，现在大部分政府机关里面缺少的是操作维护费，很多是硬体盖了以后后面没有操作维护费。那这个呢，我们现在在条例里面也看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盖好了以后要地方接管，但是地方有没有操作维护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是稽查人力的还有稽查经费的这个问题。稽查的经费跟人力呢，过去都是经常门，但是以环保署来看，我们跟国发会争取的经费都是公共建设，强调的都是建设的费用。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污染整治三大块，第一个家庭污水当然是要靠下水道的建设，那没有问题。第二块呢是工业废水，那工业废水呢在水污法里面是事业自己要设好污水处理设施，但它污水处理设施会不会正常操作，要靠稽查的人力 来做稽查，才能够促使它去做这个正常的操作。所以在地方的稽查里面，我们现在不是说只有靠人去啊，我们现在跟这个检警环结合的时候，很多是要靠科学的仪器来做的，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的缩时的摄影等等的，才能去抓到它的这个污染。那类似像这种的稽查的经费、稽查的人力，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在里面，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完美哦。那第三个呢，也要考虑到的就是地方的配合款。以环保署的这个经费来看，我们每年的这个经费大概4-5亿，但是我们要让地方一起来做刚刚提到的截流的设施、限地处理的设施，地方就是要配合款。可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县市财政比较困难的，他根本连配合款都编不出来，他就没有意愿要提出来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是将来特别条例这件事情的话，中央编的经费也许在污染整治这一块应该不要让地方还要有配合款，这样他才能够来提出他要去做，否则他没有配合款根本就不想做了。所以我想在经费这一块呢，可能要把这几点放进来。另外刚刚有专家学者也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都市计划划定的工业区，它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这种工业区，它应该把它的废水处理设施要摆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特别去做改善，而且要明定哪些的工业区它现在还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联合污水处理厂的，应该要放在里面，然后来框列经费来做这个优先来做改善哦。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哦。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特别条例有提到说10年2000亿哦，那这个2000亿到底是要外加还是内涵？所谓的外加就是说，如果今天各个部会呢都已经有编列经费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内政部营建署2014到2019年就1068亿的，还有包括水利工程等等这些经费，其实这些经费加起来就超过2000亿的。所以如果说这些经费是内涵，那可能一毛钱都没有增加，还是在原来里面。所以如果是这个条例是外加，那才有效果，才有效果哦。那外加就不一定是2000亿了，也许可以
看看实际上面的污染整治到底需要多少的经费，哦，那这样子才能够去解决这个经费的这个问题，哦，那我刚刚也非常同意了，就是应该要先做节流的，哦，比如说像高雄，我们像推动这个新庄的这个中港大排，那一定是要先把污水处理厂盖好以后，那因为接管呢，啊，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接管还没之前要先把这个节流放进去里面，所以类似像这一种呢，我们希望说未来在污水下水道系统的这个发包里面能够把节流的东西放进去里面，哦，那么才能够来快速来解决这个这件的问题。那我想最后呢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呢，是希望说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整治计划。我觉得是应该是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该是先拟它的计划出来，然后再透过这里面会推动一个叫做这个推动小组，应该这个推动小组再来整合协调各个单位，否则呢要把现在特别条例里面涵盖这些内容，包括国土啦，包括空间开发、水土保持，全部由一个计划来弄，我想六个月内绝不弄不出来，应该是各个部会先把他自己的东西先弄出来以后，然后透过这个小组来做整合的工作。那小组整合的时候来看，你做的时候是不是只有管理的水量，还是你只有管理的这个防洪的工程等等的，那大家要能够结合，那分散大家来这个计划才有办法，或者要由中央主管机关一起来拟这个计划，我想六个月是绝对弄不出来的。我以上的建议，谢谢。好，谢谢我们叶处长。其实你们环保署很清楚嘛，那你们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行政院没有想说要提出一个相对的条例出来吗？啊，叶处长，你刚刚也说这个各主管机关应该要有整治的这个计划条例，然后再会同整个中央再处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你们有没有这种构想的法令出来，条例出来？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条例目前你的这个草案的中央主管机关是内政部了哈。那他为什么写内政部呢？最主要他是希望从国土计划、从空间发展计划这边的来切入，然后还要包括景观。那因为现在景观法也是在内政部啊的这一块。如果说未来你把这个条例呢是限缩到是在这个整个污染的整治为优先，那当然未来的环境资源部是责无旁贷，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啊。以上说明。好，谢谢。应该是跨部会的啦，我看这个是跨部会的啦。好，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水利署蔡组长，蔡孟元，蔡组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以上，我是水利署蔡孟元，蔡组长。那以下就代表水利署表示本署的一些意见。那首先呢，针对这个法案呢，这个草案呢，我们提出就是流域污染整治跟本署相关的一个权责的一个说明，先做一个权责的说明哦。那因为水利署呢，目前是负责整个中央管核专范围的相关防洪治理计划以及河川区域的一个管理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水库蓄水区的保育治理等相关工作哦。那水质的改善跟废污水的处理工作哦。在中央里面是另有中央主管机关来负责所以在这一部分目前在水利署并没有编列相关的污染防治的一个整治经费。那第二点说明的是我们从民国1995年开始呢我们为了协助县市政府或直辖市政府呢解决他们区域内的一个县市管的河川或者是排水的相关的一个水患防治的一个业务呢我们从1995年编列了一个特别预算，那这个特别预算也就是在我们的淹水地区的水患治理条例里面所根据这个条例呢编列了特别的预算然后由中央来负责编列这个计划，然后由中央各部委分工
合作来执行相关协助地方政府来做相关的水患防治工作，那就是目前水利署的工作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范围，先做一个说明。那另外呢就本条例的一个编列的意见呢我们非常赞同刚才我们在专家学者所阐述的意见，我们认为河川除了水患防治之外呢，相关的一个景观、相关的一个污染也必须一同的整治，然后才会达到整个台湾整个河川是一个排水系统或者是河川的系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我们也非常赞同刚才各位委员所提出来的意见。那就这条例的意见里面呢个人我们水利署是认为这两个内容这个污染防治跟景观环境景观营造其实它的内涵跟推动的急迫性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譬如说是你河川排水，你的水质如果没有先做一个改善你再先去做这个景观的营造，那等于是浪费的一个投资。那我们认为它是还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如果在裁员上编列有问题的话，那更必须注重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优先顺序另外呢这个条例如果通过后，我们水利署也会协同我们在中央的主管机关以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协助推动第三个报告的就是这个条例的执行呢，将来如果通过了以后呢，其实整个规划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不是贸然的编列经费去执行，必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以后才能够来执行这是我们在从事治水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没有一个统整性的规划而去贸然的执行那只会造成经费的一个重复的浪费的投资。那另外呢整个截流系统也好，或者是营造的工作的推动呢，用地的取得或者是包括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也是需要这个很长的时间以及经费来执行，所以先期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以上水利署报告。好，谢谢谢谢蔡组长接下来请经济部工业局的林副组长林运生来做报告。主席主席在座田委员，还有就在座的这专家学者，还有公民团体千进，大家早安，大家好。那工业局工业区主林运生林副组长在这边做口头上的报告。我想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公听会我想对工业局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点是在我们工业区的污水的管理这一部分。那工业区工业经济部工业局这边总共管辖42座这个污水处理厂都是依照下水道法来公告管理范围。那在今年度来讲的话，104年有纳管的8444家那每天处理的水量有42.8万公吨。那我们在这个强化工业区的废水管理这一部分都有设置，有34座有设置水质水量自动延续监测设施，并且跟主管机关环保署或环保局有连线，来确保这个排放的标准。那对于第二点我想对于我们工业区的废水管理这部分，我们现在诚如刚刚这个环保署的叶处长这边所谈的稽查的这个频率、稽查人力还有稽查的工具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多元的稽查方式上面我们大概调整加重假日还有就是夜间的稽查，然后配合环保局联合稽查，还有河川那个巡守队这一部分，确保这个我们工业区内的厂商做好污水的前处理那另外我们也就是针对这个水污法的第26条请环保主管机关授权我们各服务中心来进行污染这个查证的这个权利，来确保遏止厂商这个偷排的这个情形。那另外我们也就是针对工业区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编定的工业区里面有建立及时监测的一个这个整合措施那及时掌握水质然后来拟定那个管制的对策，还有就是改善的方案。我想大概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目前工业局所做的重点
那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刚刚所谈的，这个专家学者有谈到，就是现在目前大概像有一些早期开发的工业区，像是蒋头条例或是这个促产条例，早期开发工业区，那因为没有设置这个污水处理厂，那可能就因为这个没有妥善的这个处理排放水哈。那我想说这一部分，我们大概在今年中的时候，也有提一个计划到行政院啊，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经济部有限的经费下面哈，给予地方政府一些补助来做污水处理厂的改善。那刚刚大概环保署这边这个长官也有提到哈，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特别预算过了以后，当然对于这个经费上面框列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包到行政院的经费其实是蛮有限的，框列上面大概会比较足够，我想大概比较能够实际解决一些现在都市计划工业区里面哈这些污水处理厂所需要的土地，还有就是建设的成本，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哈。那第三个部分大概刚刚也有谈到，就是未来的规划和执行哈的方式，我想大概工业局这一部分大概是中央工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对于工业区的管理上面，就如果说是需要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提计划来做会诊的话哈，我想我们这部分也非常乐意来配合。我想大概不管在主改通过之后，或是主改前，都可以透过这跨部会的相关作业方式哈，把计划能够做相当的这个整合之后，然后我们来给予这个推动和执行，还有说相关补助地方政府的作业。我想以上大概三点来做报告，谢谢。啊，谢谢林副组长哈。啊，你们编经费编多少要补助地方做污水处理厂？目前大概1亿哦，杯水车薪的嘿。好，行政院农委会哈，水土保持局科长林正军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先进，大家早安。水土保持局李正军报告。那有关水土保持局历年办理的山坡地水土保持的工作，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那个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的部分，这个计划是依照流域综合治理特别条例来拟定的流域综合治理计划。这个计划大概是从103年到108年，六年的期间。那水土保持局是办理那个上游坡地水土保持跟治山防洪的工作。那计划的范围有包括在直辖市跟县管河川区排上游系统的上游的水土保持上游坡地，然后还有55个原住民乡镇的治山防洪的工作。那这个计划水土保持执行的目的的部分，主要是在减少土砂灾害、降低洪患的规模，还有加速山坡地水土资源的富裕。那计划的目的可以达成减轻下游河道土砂淤积的情形，防止河道淤积，可以确保水资源跟土资源的永续利用。那这六年水土保持编列的经费大概有83.5亿元。那第二项，水土保持局在三摩地主要的工作是那个中药水库集水区的保育。那行政院在1995年3月的时候核定的水库集水区保育纲要，依照业务的权责跟专长的分工呢，水土保持局负责的是蓄水范围跟国有林班地以外的山坡地治理的工作。那历年也逐年编列经费，从102年到104年，投入的经费也达到14.86亿元。那在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集水区的部分，也委托了专业的机构办理莫拉克后到现在的整治成效的评估，那大概是从1999年到104年的这个阶段，调查的结果，在崩塌地的面积跟植生富裕率的这个都逐年的，崩塌地面积逐年的减少，那植生富裕率也逐年的增加。那另外本局也参与了二人溪再生计划愿景的这个计划，这计划是环保署推动二人溪再生愿景计划，定期来召开联系汇报，使各个单位的整治工作能够定期来检讨协调。本局配合整治的方针，来加强二人溪上游的水土保持，那防沙设施跟植生，以降低悬浮固体对二人溪的污染。以上报告。好，谢谢李科长哈。好，接下来请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检任基证夏嘉诚，夏检任基证。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我想，国发会是担任行政院的计划审议的幕僚的作业。那过去在这个包括议政、议员水地及水患治理计划、下水道建设计划以及环保署的这个河川水体水质、水体环境水质改善及经营管理计划里面呢、每年都配合这个计划的作业的审议啊，在先期的时候啊，有框列这个相当多的预算在挹注各个部会啊，来做这个河川以及污染整治相关的工作。那未来啊，假如这个条例通过以后啊，我们也会配合这个行政院交易计划的情形啊，积极的配合办理这个审议的作业，来加速的来完成这个计划的核定。以上报告，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内政部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处长余旺胜。主席、田委员、与会的学者、专家、各机关代表，大家好。现在由内政部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就内政部主管的业务来统一做一个说明哦。刚在谈到整个污染整治的部分呢，事实上在去年田委员就找我们几个单位一起来做过一次谈话，包括那时候王委员也在场了，那也很高兴今天这个法案正式在立法院这边来召开来做第一次的讨论。那内政部本身在下水道的部分呢，这几年蒙大院的支持都有相当的经费投入，也刚刚正如洪教授所说，目前台湾几个河川都有获得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当然内政部也不敢独自居功，这里面当然包括环保署一些对污染的取缔，还有一些相关的管制作为，都我想这都是一个配套处理才能够达到的目的。那在投入这么多经费之后呢，我们也深感觉到说未来的建设可能要朝向一个更有效集中方式的来运用，包含在都会区的部分，我们还是倾向朝向就是用建设集中式的下水道来收集生活的污水做处理。那这个目前的成效在淡水河、爱河、台南运河的部分都已经看到相当的成果。那至于在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呢，我们就比较倾向支持一些那个学者的意见，就是采分散式的处理，未必要去做大规模的投资做一个集中式的下水道，因为它单位的造价实在是太高了，我们也赞成说那个部分是不是就可以用湿地或是立间的方式来处理，那将我们目前政府的经费做有效的运用。那同时呢，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当然它同时因为污染的去除会造成也会产生河川净化的一个效果。那目前呢，在叶处长上任以后，叶处长很积极的在环保署，叶处长积极在推动这个平台的作业。那我们内政部这边也配合就目前环保署所提出的十一条重点河川的部分呢，我们积极做沟通，然后就其中的各项污染源来做一个管制跟处理那目前在环保署十一条重点河川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推动的系统大概有39处。那在二人溪的部分呢，我们也积极协调台南市政府去调整它整个原来的系统规划，将原来比较后期建设的归仁跟台南系统是不是透过一个系统的调整优先纳到先期来做部分的处理那这个部分台南市政府也已经进行规划，那目前他们的实施计划也提报到营建署来那我们正在与他密切的会商希望未来呢二人溪的部分有关污水下到几个主要污染的四个系统仁德永康归仁台南都能够立即开办作业那目前仁德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完成，就在奇美博物馆的对面那已经完成了。那永康目前我们也正在推动干管的建设，当然它的处理厂会稍微慢一点，是因为它要配合再生水供到南科去运用，所以这个部分厂可能慢一点。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朝向一个多元化处理的方式跟一个永续经营的目的来达成整个下水道的建设。那至于在法规的部分呢，其实在现行污染河川整治的这个议题上在中央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环保署，那相关的政策程序以它现行的作为都已经进入到进行到一个阶段。
那内政部办理的部分呢，虽然是有污水下道建设，那未来这个单位也会整并到环资部去，所以我们刚刚也呼应前面几个单位的讲法，说这个部分相关的部会整合的事宜，未来环资部成立之后，实际上可以获得一个相当大的突破。那在整个国土规划跟区域计划的部分呢，我想我们目前署理的相关单位都已经将这个议题纳入他们在制定法律过程的一个考量了哈，所以我们建议有关中央主管机关还是请修正为行政院环保署哈。另外不好意思，我再多占用一点时间哈，因为这个涉及到本署相关单位比较多。那在特别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部分呢，有提到说因依都市计划法第27条之二有关联系审查规定办理的部分呢，我们的业务单位是建议哦，因为鉴于现行的一些各个案的都市计划，它的内容跟它审定的条件、周边的环境等等都不同哈，我们建议这个部分是不是留给行政机关一个弹性，用得哦，得依现都市计划法第27条之二的有关联系审查规定办理哈。另外在景观法的部分呢，虽然景观法的草案目前已经在行政院审理当中，那我们的业务单位也是希望说未来那个河川污染的范围可以配合列入景观法草案第6条重要景观地区划设之除外范围，以免造成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与各县市主管机关业务间权责划分混淆的困扰。以上报告。好，我们谢谢余处长。确实各部会是要一个整合统合了哈，环资部什么时候通过现在还是未知数，有一些小问题。好，现在请我们公共工程组营建署的内政部黄组长要不要报告啊？哦，他请假是哦，对对，好好，营建署哈，都市计划组呢也就是你这边代表报告，都不报告，好，谢谢。好，在我们开始第二轮了哈，就在这边嘛哈。好，我们请王信兰顾问来发表。主席啊，本人第二次发言哦。我刚刚在听南政府部门在就你们各单位的职责在做发言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你们是想把台湾的污染河川把台湾的这种污染的这情形的改善，这个我都感觉也出来了。刚刚有一个我也有应该讲了，台湾的河川你哪一几年前所发布的污染情形，重度污染，然后变中度污染，有好几条，我的进步不？绝对有，这个是这个事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特别条例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你几条河川特别是上游的，都大部分都非常干净的，从野溪慢慢汇集哦，变作一个小溪，就变作大溪，变作一个大排哦，上游大部分都非常干净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污染的？第一，人口住宅密集；第二，工业零星工业区那个是最大的污染源。零星工业区一旦污染，各行住宅区都大概混合，要摆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要用接管，没有办法去处理。所以今天就是讲，我要大家讲一讲，今天这个条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这个地段。特别污染特别严重的污染区域是视为首先咱这个条例要来处理的，所以我们那个整个条例是污染河川流域不是几条流域要做整治所以污染河川流域要做这个，他都要做这个高修做这个专家，那么一定要用截流，你要用去接管，一年在3%，每一家挨家挨户挨接不来，太慢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话被打勾一勾，他都要特别为这环保署长来讲哦，这个经费大概要差不多预算我们评估大概
要差不多2000亿左右，十年一年200亿哦。你这到底外加是内，绝对是外加了。你起码你的经费都不高嘛，你起码经费吧，你起码他多你讲，署长你讲，哎，这个你们内加内涵的话，还要地方配合款，地方三个四个闹这配合款，连个提出来申请，你只能公务部只能给你啊。所以一定要用特别经费由外加来处理这一条我们今天这个法案的啊。刚刚有几位讲的是，我认为假如是大家原则上同意，特别在委员会去修法的时候，你们可以提出意见，要做专案审核小组啦，我被其他意见，你们在那个条例里面呢、啊，可以透过你们的行政单位意见就把它完成修法，给各位拜托，谢谢。好，谢谢王委员哈。田委员，你要不要？大家好哈。这个王委员他是老同事，也是老前辈哈，不老的老前辈了，笑脸的老前辈。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讲说。这个起因是因为他现在在这个奇美文教基金会协助许文龙董事长，许文龙董事长非常喜欢钓鱼，他就发现鱼越来越少啊，然后就发现海洋污染很严重，他就发现说海洋污染你怎么做都没有用，你如果没有去整治河川的污染啊，这个东西就很像我们这个水土保持上游你没有做。啊，森林一直砍，你这个花天文数字去做什么？这个什么蓝沙坝啦，哈、哦，去做各式各样的哈、哦，这个、都没有用。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关心，然后找了很多学者专家。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法，他们研究了很久，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条例，要特别的预算。那我刚开始一听2000亿嘛，觉得2000亿呢，哈、哦，会不会变钱坑法案呢？啊，我们国家不是财政很困难吗？快希腊化了。啊，他从哪里去生这2000亿啊？但是我听他讲完以后，就觉得说这2000亿是非花不可。完全无可逃避，你最后还是要花，你可能花50年花2000亿，但问题是，你既然这50年或60年，你最后要花2000亿，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期程，然后赶在那个污染之前？你这一点一点的钱都赶在那个污染之后，这污染过了你再去处理，那个是更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是赶在污染之前把它挡下来，这2000亿才会花得值得。那后来我一想，对啊，我们都觉得2000亿很多。你想一想，我一想说有一个让我最痛的，就是当时马总统刚开始当选，大赢200万票，声势如日中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什么 GDP 的问题 ，GDP 稍微掉一些，就开始发消费券800亿，然后呢扩大内需500亿。他520上任哦，那一年年底就已经。通过特别这个用特别的方式，然后跟子孙举债1300亿。我想说，对呀，啊，如果这1300亿花在这上面，啊，不是更这个长治久安吗？更长久吗？结果我们的政府当时没有想到这个，竟然就消费券。你看看我们现在哈、哦，不是这个每人2000块啊，鼓励买那个节能家电啊，编了个50亿，然后。很多包括我看到很多国民党的委员也在那边问，就说你就直接发消费券啊，为什么要去限制节能家电？这个东西就是就觉得这个没有立竿见影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毛治国院长在那边回答说，诶，消费券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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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缺点，你发了消费券，他把那个消费拿去用在他本来就要花的这些日常的消费上面，是让没有刺激经济，促进这个提升经济的作用。啊，这个不是我们当年民进党反对消费券时候讲的话吗？当时怎么讲你都不听啊，硬要过消费券啊。现在就知道消费券不能乱花，但问题是800亿已经就这样子废灰烟灭了，然后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成长看不到在哪里。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家不是没钱，是因为心中没有定见，没有把这个优先顺序列出来，所以等到慌了的时候就乱花钱。
大请客大放送，那那个钱不知道，所以我昨天在这边反对说，如果我们的每包烟以后还要再加钱，一定要放在烟捐，不要放在烟税，进到国库里面去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至少烟捐放在卫福部，我还知道它会放在大部分会花在健康跟福利相关的这个事项上面。好，那我们先来看，我刚刚讲到说，最近毛治国院长讲说，鼓励节能家电，每人2000块，50亿。结果我一看，我们今天环保署的这个报告里面，就是行政院核定了一个水体环境水质改善及经营管理计划，执行期间2001年到2006年，多少钱？6年共56亿9392万。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跟刚刚这个院长突然宣布一个节能家电一个人2000块50亿比起来，这田乐老板赛一句话50亿，我们6年匍匐前进才56亿9392万。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反对大家去买节能家电，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节能，我们国家有更要紧的、更根本的，一样花50亿是真的可以节能的，但我没有看到。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今天不但是我提的这个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暨环境景观整体营造特别条例，邱文彦委员呢，国民党的邱文彦委员也提了一个河川富裕及污染整治的特别条例。为什么要提特别条例？因为特别条例才有特别预算。那我这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啊，它可以这个排除地方制度法哈、啊，然后还排除了这个预算法哈、啊，然后还有排除了这个我们一些对我们的这个这个相关的哈、啊、这些法律。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我们的地方政府，哈、啊，这个预算，这个我们的地方政府一穷二白啊。我们别讲别的，我们这个条例如果可以过，你看嘛，苗栗县政府，你还要他提配合款，他就目睭金金看得到这个特别预算，一毛钱都用不到，因为他没有办法编特别他的配合款。所以我们把配合款也排除了，因为我们台湾才这么一点大，再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然必须分，我不是说中央政府地方混在一谈，不是，而是说既然是河川的流域的整治，不要再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当然知道我们在中央政府的各位对地方政府有时候蛮不负责任，那个很头痛，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地方政府真的没钱了。我们宜兰县政府算是花钱很省的，但是让吕国华做4年，我们现在也都爆表。我陪着林聪贤县长来见我们财政部长，不行就是不行。所以那时候那个我们苗栗县长来找财政部长，我也一直盯着看。我们不行啊，如果你行的话，那我立刻就要陪林聪县长、林县长再上来了。结果还好，这个底线都有踩住。但问题是，我是觉得说，我再讲一次，我们国家不是没钱，而是钱乱花。所以我是认为说，如果我们这个会期是不是可以过，这个东西是未定之天。但我非常感谢我们主席今天排这个公听会，让我们各个单位可以汇集在这边，大家面对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个特别条例这个是不是可以过，特别预算是不是可以过，不是各位决定。但是我是觉得说，在立法院，我希望说，既然民进党国民党都有提案，虽然行政院没有提案，是不是可以请主席我们利用这次会期的时间，我们排一次大体询答跟逐条，好不好？主席，我意思讲吼，民进党、国民党已经拢有案，你考虑看卖，就是讲咱利用一天的时间，会知影大体询答，下午你进入逐条来试看卖。因为讲吼，这个代志吼，国发会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跟我们国发会的副主委当面沟通过。他刚开始有点迟疑，听了我的说法以后，他觉得有道理。他觉得如果我们国家长远，如果真的这2000亿跑不掉，一定要花。你分20年、分60年花，跟分20年花，那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绝对不同的。而且呢，如果我们10年内2000亿，一年才200亿，真的怕起来卡久。我们那个补助节能家电，一句话50亿，4句话就200亿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希望说哈，刚刚王信郎委员还有我们很多学者家，我相信也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要继续做，但是呢，我们宜兰做过，我家做过，我知道那个有多困扰，有多困难，你挨家挨户的切，每一家的地板都敲起来，然后重新接管，接完管你还要把地板铺回去，然后弄到这样子，每一家都不堪其扰，大家还是咬牙都做。但是一年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数字是普及率是 3%， 然后一年 3% 的经费就要357亿。然后你要做到所有的这个所以现在等于是到目前2300万人，目前还有1500万人的生活污水是不断不断排到河川排到海里去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出来的方法就是截流，没有办法，是叶克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河川海洋的叶克膜计划。为什么？你这个人我不能够放你走，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我至少装个叶克膜，让你可以活下来。当你的身体慢慢康复的时候，我把叶克膜拿掉，你还有办法活下去。叶克膜是什么？我把你的血全部都放到机器上面去过滤掉，实际上这个就是国家的叶克膜计划了。2000亿为我们的国家的土地、我们国家的水体做叶克膜计划，我觉得是值得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会期剩不到几个礼拜啊，但是我希望说，至少在我们这一届启动这个讨论，让我们的所有的政府官员，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那。这个截流，我最后30秒哈，在陈定南的时候，我们真的做过。我记得当年陈定南去请教中央政府说，我们我那时候是民国80几年的事情，说我们如果要等到轮到我们宜兰做下水道要多久？那时候说民国10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一听都倒抽一口冷气。那个时候我们宜兰的河川都污染成什么样了？那陈定南花了很多心思在做东山河，还被当时的那个老师哈、那个顾老师说这个就是台湾的希望之河。但问题是，罗东镇的家庭废水全部进东山河啊！我们在华龙洲的时候，上面也有工厂，然后中游有这个罗东镇的整个家庭废水。最后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吗？有一次在尤锡坤这个当县长的时候，我们准备龙舟赛哦，那个东西就这样上游这样飘下来，连夜叫人家到华龙舟的场地上面去拦网，横渡那个东山河去拦那个网，把那些垃圾拦下来。最后尤锡坤忍无可忍，他等不到那个污水下水道，他做了一个平行的跟东山河平行的水道，就是把上游的水如果说真的有污染的时候，我们就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引到旁边去，然后直接排到下游去，就是装支架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不得已。我们也知道那个水完全没有改善，但是不得已我们弄了一个那么好的清水公园，你公然就从上面流下来的是，它有时候不是，它又不是24小时突然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这个计划就是我们为我们国家设想的叶克膜跟支架的计划，马上要做了，不然我们的这个，我常讲说，我们在这里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了半天，如果这个食品的材料在农地就有污染的话，那我们就白修了。但是所以我们就喊说要有农安才有食安，但问题是我很清楚，要有环安才有农安，有了农安才有食安。如果我们不做，你连你餐桌上吃的东西都会受影响，你自己你的家人吃下去的就是这些污染所灌溉所养殖出来的这些有害物质都在里面了。好，谢谢，拜托大家。好，这次谢谢我们田委员哈。接下来我们请不是郑修那个方教授。哎，王教授，我这次来发言是希望以湿地保护联盟理事长的方式来发言。为什么呢？因
因为我讲的，你刚刚提到那个2000亿啊，其实思盟觉得它不是只有环保的这个 NGO 而已，它其实是可以创造产业的。那2000亿搞不好我们有机会再用社会上把它赚回来的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哈，就是现在思盟在推动一个案子，大家以前以为思盟只是推动，就是不让这个社会上什么工业建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环境的建设哈来做更好的未来，但是同时有产业。好，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譬如啊，我们现在在台南做一个案子哈，它是一个分散型的污水处理厂，它是在港仔沟溪，那它的一个旁边有一个处理了那个水以后，它就过来就有一个那叫什么截流池，它就截流池，那截流池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自然湿地，我们在自然湿地，我们同时现在用一个新的观念，把它用作景观。流域博物馆的观念去做它，就把这个截流池跟景观跟我们的那个河川的历史和文物把它结合起来，做一个点一个点的展示。那这个展示它同时就变成发展地区乡村或者社区的特有民俗或者民众观光游憩的一个产业的据点。然后这个点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就会因为一条河很长嘛，它就可以有一个一个点来发展，就让这每一个村落重新有一个新的希望。是透过这个河川的处理截流以后那个污水的再利用而开始完成的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我们能够把这个点河川的点处理到有一定的干净以后，这水又放到河川里面，就回到您刚刚讲的那个塞纳河一样，那个河流就可以有观光油气的功能了。台湾的河流有观光油气的功能，一定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机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去注意这件事情。那湿地保护联盟已经在跟台南市政府配合做这件事情了。那第三件事情我要再强调一遍，就是说当这个河川有了生命，它带了这些营养盐流到海里面以后，台湾附近的海洋的生产力才会重新恢复。台湾现在很多大家都抓不到鱼，当然过鱼有问题，污染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如果真的这样讲，用大数据的话，污染里面的那个污染源对那个整个大区域的海洋的那生产力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是营养盐的不足。那你如果河川能够把这些自然的营养盐再带进去的话，那海域的生产力有再恢复的机会。这样海域生产力再恢复，马上就有两个非常清楚的产业出现了，近海渔村就有再有鱼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近海渔村现在真的靠卖鱼是不太多的，它是靠渔村的观光旅游。可是你如果能够钓得到活的鱼、新鲜的鱼、环安的鱼的话，哈，那这个渔村的再的发展，它另外一个生命会出现，它可能就是真的变成观光渔村、休闲渔村了、那所以我认为这个2000亿啊，它看起来是在整治，它其实是在投资。那我认为它的投资只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在处理的话，它同时可以改变我们未来台湾的水资源利用的观念，甚至那个整个区域的命运。那这是我想啊，希望补充的。2000亿不是问题，是你敢不敢去做才是问题。好，谢谢啊。方教授哈，啊，接下来请长荣大学的洪主任洪庆仪洪主任。主席各位与会先进，好，长荣大学洪庆仪第二次发言，好，我想再针对两点再进一步阐述我的意见哈。第一个是虽然我们提到这个是一个这个河川流域综合整治的一个特别条例，我想它未来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应该要呈现每个流域它的特殊的这个地方的特色，地方的特别的问题。那就像刚才水土保持局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科长提到说二人溪再生愿景联系汇报，那我想针对这个跟各位与会的先进哈，这个说明一下哈，在环保署召开的这个再生愿景联系汇报里面，好，它有中央各个部会跟地方政府各个局处哈，那特别就是这个因为当初这个再生愿景是由县市政府的首长去签署的这个目标哈，所以也有民间团体哈，这个一起在开这个委员会哈，那这个推动会议，那这个推动会议再由长荣大学在基于促进民众参与哈，那会召开这个二人溪的这个整治民间讨论会议哈，那这个二人溪整治民间讨论会议，它引动了
原来这些合川巡守队跟这个台南市的这些民间团体哈，所以二人溪就会有一个二人溪守护联盟。好，那同样的在盐水溪整治里面也引发盐水溪的民众成立盐水溪幸福平台、台江流域学习的这样的网络。好，那这个都是地方的力量。好，那这些地方力量定期的这个会议里面，好，就会去思考生活跟合川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刚才在上一轮发言里面我提到的这一个都市计划法都市规计划里面所划设的这些工业区没有污水处理厂的问题，好，那事实上是今年度的几次会议里面，好，民间共同认为这个是应该要解决，应该要有突破性的想法。那刚才听到工业局这边只有准备1亿的钱来做这个污水下水道，哈，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原来工业局的这些污水下水道的这个的营管，还是说要针对这一些这个县市这个都市计划法所规划的工业区，好，那一亿是绝对不够的，哈，在二仁溪有人的工业区、新年工业区、湾里工业区、保安工业区，现在都没有污水处理厂。那我想王委员在做三爷溪的那一个这个水质调查里面，很多就是因为这些工业区不当的，好，这个管这个管理上很困难，好，所导致的结果，哈，那盐水溪有和顺工业区、有总头量工业区、有中仑工业区、有盐行的工业带，也没有污水处理厂。好，那公共污水处理下水道系统现在正在推动，好，那但是它是把这一些这些在工业区里面的事业是摒除在外的。比如说和顺工业区里面有200多家工厂，只有20多家是现在是水污法列管的事业，好，那有100多家它未来也不会在下水道接管区域里的范围里面，好，那这些必须要解决。好，那和顺工业区它是有污水处理厂用地，好，那需要中央政府这边编列特别预算，好，来做土地的征收，来做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好，那第二个我想要凸显就是民众参与架构的这个重要性。好，那方教授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河川就像血管一样，好，那其实我们的环保人员就像和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白血球，好，那但是白血球要启动必须要有抗体。好，那过去这个环保署推动10年的这个河川巡守队的架构，在台湾有300多队、10000多人的这些民众，好，那在帮这个我们的血管做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抗体的功能。好，那未来怎么样让这样子的民间力量，在这个流域管理的架构下面，去把自己对生活上好对河川的要求好，能够有一个正式的管道，能够来发言，然后能够让不管是截流也好，或者湿地也好，那展现多方的功能，好，让2000亿它可以衍生出2000亿的事业，好，甚至这个可以做环境教育，可以提升大家对河川的关怀，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好，谢谢洪主任哈。接下来我们请台大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的教授张教授。刚刚说念你们这个很长，我再念一次。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念起来也是不顺的，就像我们很多人记不起自己的电话号码，记别人电话号码很清楚。那我第二次发言，那第一个我首先表达我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预算，因为这是一个急迫紧急而且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靠一个非常手段来解决。那这是首先表明。第二个，我是认为说，在我个人认为说，刚才讲的不管是卫生下水道，不管是工业区的废水处理，或者是将来有畜牧废水等等，这些还是经常性的，跟这个特别预算的计划不要混合在一起。因为任何刚刚讲的卫生下水道新建都是一个天文数字，那跟这个计划的目标如果说混在一起，将来的成效就非常不容易凸显，也不容易达到既定的目标。那第三个，我是认为说这个地方的角色一定要凸显出来。我们刚刚看很多委员、很多上台的这个人士发表的意见里面，都提到东山河哈，都提到爱河，提到中港大排。那这些在各地方的成功案例，其实刚发起的时候都不是中央发起的，都是地方看到地方自己的特性
跟需求自主性由下往上的，所以将来我认为说要能够成功还是要地方的角色啊，地方政府角色要被凸显，因为中央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出席非常多部会，彼此的分工业务还是壁垒分明哈，但是在地方的权责，只要是县长市长有决心的话，其实手下的不管是他的农业局，不管他的环保局，不管他的这个城乡局等等，很容易指挥来推动事情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成功案例都是地方由下往上的范例。再来我们可以看台湾一个岛哈，中间中央山脉其实左右东西两边一分呢，任何河川的长度都是非常短的，短则四五十公里，长则一百多公里。那以这样子的河川来特性来看，污染严重的都是地方型的中小河川哈，所以真正的大型河川其实各级中央政府在过去投注的心力是比较多，不管是治水防洪或者是污染整治，所以真正来讲，那这种中小型河川也呼应刚才我讲的，县市长是有绝对的指挥跟这些权责哈，只是看他有没有执行的决心。那当然欠缺的就是经费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支持这个特别经费的通过哈，让地方政府有理念的县市长可以来做这些事情。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就在执行这个时候，我是认为啦，管理重于工程哈，我们看到。也不是我批评，就过去的治水方案很多很多方案大部分都是以工程的内容为主哈，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在地的智慧跟个案的个别特殊情形的充分考量哈，所以往往到最后这个工程是结案了，但是问题不是非常完美的解决，所以在将来在执行这个事，我是认为说在管理部分啊，也就是我们说现在讲说智慧城乡智慧管理哈，管理的好，那其实投入的这个人力资源，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各大专院校水利环工毕业的很多学生找不到事，或意愿不高，或者是他们的薪水跟资讯或其他比较起来是相对低落，那这个都对我们国家在环境河川治理的人力哈是有不利的条件。如果说有这样特别预算在执行的时候，我相信不管是顾问公司，不管是各级政府，对这种人力的需求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人可以把他的所学和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个人再一次强调，我是极赞成这样一个计划的及早的实施，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地方的角色的强化跟这个管理层面哈，智慧管理的加强，谢谢。好，谢谢我们张教授哈，宝贵意见。好，接下来还有没有要发言的？田委员，不用，还要发言，好，请。没有，现在都第二轮过去了。我这次发言是补充哈，就是事实上，如果你进去那个立法院的那个网站，你就会发现，我对那个污染河川的流域综合整治有两个版本，那一个版本有景观哈，一个版本是没有把景观这个整体的那个营造放在里面。为什么我后来送第二个版本有景观呢？就是因为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他说你把这些污染河川整治好，事实上如果你顺带的哈把景观也这个一并的整合在里面，你整治好的河川，它会创造这个很多这个生活上哈的这个美感哈，以及这个我们现在讲叫确信，小确信、大确信，还有呢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商机哈。那我是觉得说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个东山河就看得非常清楚啊。东山河当时我们拿到东山河的时候，很不幸它已经被截弯取直了哈。那但是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去确保它的这个水质哈。那我们如果你到东山河去看，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那鱼会突然跳出水面，然后会看到白鹭鸶飞过，那当然不可能闻到什么味道，所以你走在里面，走在那旁边，清风徐来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那
这个就变成它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再加上象集团的这个景观的啊这个塑造，那所以它就变成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是需要这样的空间的，我们台湾每个地方都需要像东山河这样子的一个既是水质干净啊、不会泛滥，而且又是很美的地方啊。那这个所以今天回到最后，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送这个特别条例？如果我们可以不送特别条例，只是把各个单位找过来开协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的送特别条例，因为我们不论有多少的论述，不论有多少的发想，最后没有经费，什么都别谈。所以拿破仑有一句话非常有名，我想大家大概听过，他说战争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钱，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还是钱，第三个要素还是钱，没有钱连拿破仑都束手无策。所以今天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希望说这个会期结束之前，至少共同来进行对这些条文进行大体询答跟逐条。为什么呢？就算这个特别条例这个会期过不了，我都觉得有它的非常大的意义。第一，我们开始启动这个讨论，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间，我们跟这个条例相关的所有的官员会一起进入这个共同的理解跟共同的发想里面。我相信下一届的立委以及下一届的总统这个就任的时候，那我们行政院才有可能在明年我当然期待是上半年了，提出我们觉得不错的行政院的版本。那如果有行政院的版本发想，最重要是什么？行政院有版本最重要意思是什么？行政院内部已经对这个经过充分的讨论，那到时候到立法院来说，我相信这个事情如果通过，那要把它水到渠成把它做好的可能性都真正给做大的哈，这是我的心愿啦哈。所以底下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希望说今天的公听会是一个起跑哈，是一个热身。那我们这个刚刚我讲的，拜托大家抢救我们的河川，抢救我们的海洋，那至少先赶快装上叶克膜跟支架，让它还可以继续活着，让我们的其他的逐步的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跟心力的这些工程可以慢慢的赶上来哈。以上跟大家拜托，谢谢。好，谢谢田委员哈。其实这个是台湾的重症哈，重症才要一颗膜。其实现在哈，目前有几个版本哈，这个名称也都不太一样，名称也不太一样。有河川最早这个最早嘛哈，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特别条例草案哈，这个是一个。再来是一个加景观了哈，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及环境景观整体营造特别条例啊，这个都很长。再来一个是。河川复育及污染整治特别条例，目前立法院大概有这三个版本。那三个版本可能有些就是有环境，有些是复育，有些是污染整治哈，这些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刚刚我们环保署也说，这应该是等环境资源部他来做主导，然后呢，你们才要弄一个版本出来。好像有这个意愿出来了哈。其实行政院真的要负责任，要弄个版本。那我们也不排除说，我们再来研究看看，在这个会期呢，能够排一些大家来讨论的议题哈，把这个事情把它诉诸于这个各界哈，能够让大家来重视。其实。我们现在讲环保，食安环安哈，那这个河川污染就变成会有农安啊，那环安农安食安，然后才有健康健安的哈，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到最后还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我
本席也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部分。我出去国外考察，我都有顺便哈去看这些东西，嘿，所以只是没有机会哈，来谈论这个事情。我觉得台湾这么小，你说经费，我觉得经费那个不是什么问题啦，哦，各部会只要钱用在刀口上，不要浪费哈，这些我想都没有什么问题哈，啊，大家不要乱开支票哈，乱开那一种要选票的支票哈，就我觉得这个钱不是问题哈。好，今天呢，公听会主要就是要听取我们的各界的看法了哈，还有综合各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哈。这个议题呢，作为污染河川流域综合整治及环境景观营造相关的这个修法的问题哈，参考。啊，感谢本日出席的专家学者跟政府官员代表哈，还有团体代表哈，提供这么多的宝贵意见。我们本会呢会列入那个立法院的正式公报，那么作为审查法案的这个参考哈，那有机会我们在剩下这个很短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能够排入的话，我们会尽量来排哈。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哎，后面还有一个宣告，做一个宣告。好，这边还有一个宣告了哈，我做一下。就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定，本次公听会内容将做书面报告，分送给本院全体委员跟出席者。公听会报告将作为立法院的参考。好，谢谢。